等下，小 S 是什么功能？好玩又好看又好。什么好玩？可以把玩是不是？不是不是不是，大家好，我是马斯卡。小 S 跟阿力。小 S。小 S 跟佳佳。小 S。小 S 跟阿宝。小 S。小 S 跟林志玲。小 S。小 S。你要看什么功能？功能，等下小 S 是什么功能？好玩又好看又好。什么好玩？可以把玩。不是不是不是，就是得，就他也很风趣，很幽默啊，所以有点丰富，能到这里觉得蛮好笑的。那林志玲的功能是什么？她应该是大家比较公认的标准的女神的那个样子。林志玲，我只能说她是下大个儿。所以我们就比较少的想象空间。那对眼这个功能就是看。好用。好用，你怎么拿怎么用、啊？我跟你说，我觉得换什么相处了、啊，相处，可能觉得小 S 觉得生活上会更风趣一些，更多好玩的事情。所以小 S 跟林志玲，你最后要谁？最后要选谁啊？我还是要赏你巴掌。你要做老婆还是做女朋友？这个有分吗？好，老婆。老婆的小 S。女朋友。林志玲。这句话就是你看气不气人？那女神你到底要选谁？那就小 S 吧。